欢迎收看88汽车，我是 Amy。 今天我们试驾的车款是小改款的 Mazda CX-5 Sport Edition。 如果眼尖的你应该有发现，现在的天光跟平常有一点不太一样，那其实我也才刚起床没有多久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一切呢都要从昨天阿基亚的一通电话开始说起。喂喂，拿到车没？拿到了，刚拿到。有个任务要给你啊。你要给我什么任务？等一下，现在已经晚上十点多，你还要给我任务算加班呢？我们这次要试的车不是 CX-5 2.5T 的 Sport Edition 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所以我要你在明天上班之前找出这台车三个符合 Premier Sport 的元素。明天上班之前？你有要去吗？哪有人在晚上试车？喂，喂。要不是阿嘉这个奇怪的要求，我是真的很久没有上山晨跑了。但也不是我不喜欢上山晨跑啦，早上的路况其实比较好啊，有时候还有一些风景可以看，像现在其实蛮舒服的。但这两年就是有一种早上起不太来的感觉，有点扯远了。我们还是回到车子本身好了。CX-5 这一次的小改款，在内装的变动幅度虽然说真的不太大啦，但还是有一些很有用的配备跟动，像是无线 Apple CarPlay， 它这次配进来便利性真的高蛮多的，还有无线的充电。那至于我们今天试的这一个 Sport Edition 的车型呢，它也有一些比较中高阶的配备哦，像是 HUD 啦，或是有十支喇叭的 Bose 音响系统等等的，方向盘也有换挡拨片，然后它的座椅呢这一次具有通风的功能，这样座椅还是附有两组记忆功能的电动调整座椅，但这个也是仅限驾驶座而已哦。那毕竟它是叫 Sport Edition 的运动化的车型，它还是有一些在座舱内增添运动感的小小装点，像是蜂巢格纹的饰板，还有红色的车缝线等等，都让整个座舱，更有运动化的氛围哦。CX-5 这次小改款增加了 Sport Edition 的车型，它不是只是什么悬吊外框而已，它换了 2.5 升的动力。上次阿基拉已经先试过了，那上次有点可惜我没有机会，这一次我可以好好体验 2.5 升的四缸涡轮增压引擎， 230匹 的最大动力， 42.8 公斤米的最大扭力。这个数据，有点耳熟，好像就是 CX-9 的那个动力，确实他们系出统一。那在实际开起来的表现呢，放在 CX-5 上面，车体是稍微变小了，当然负载也变轻了，反应应该是会更激情一点的。那确实，在反应跟出力上，动力相当的饱满。我们现在来找一个弯道，好，刚好这边可以来一个出弯。它的动力的输出表现上其实是相当及时的，相当饱满，有蛮明显的扭力转向，代表它扭力输出的时机，相当的及时，而且从低扭到转速攀升都相当的顺畅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动力，其实真的还蛮过瘾的，再来一个。但是如果要说动力，它的变速箱的反应可以再更快更积极一点会更好。那动力的反应是真的够了，连带再来的就是它整个车身动态的反应。它的车身动态的反应呢，其实比起一般版本，它在悬吊的设定上更有支撑性。即便是像跑山这种蜿蜒不断的路况，它一样可以相当从容的应对。如果换一条好抓地再好一点的轮胎的话，开起来会更过瘾。这其实也是蛮有乐趣的一台车，只是它的乐趣可能跟后驱车或者是四驱版本的车型不太一样。整体来说，它的运动性还不错，车身动态的协调性跟平衡性也挺好的。车尾还会带一点些微的溜动，真的还不赖。不过这个时间这么早，吃个早餐喝个咖啡还 OK 吧，不为过吧。而且既然是阿嘉交代的任务，打个桶边应该也不为过吧。
其实 CX-5 本身哦，它的底盘就已经很扎实，而且在小改款之前，它就有一些优点，比如说整体的质感啊，乘坐的舒适性啊，甚至是座舱隔音的静谧性等等啊，这在同级车款里面表现都是算相当优秀的。那这次小改款的车型呢，就是在这样子的基础之下，再加入更多的强化，不管是配备上还是设定上都是。那对于我们今天试驾 Sport Edition 这个车型来说，它就是加入更多运动化的元素。先看看外观好了，你有没有发现水箱护罩这里面有四个红色的点，这个小小的细节，这不光只是这个车型身份的象征了，同时它也是有意义的、你以为这个红色是跟车身的烤漆一样的吗？它其实是初代 MX-5 涂装的颜色哦。那再来看看这些小小的细节，它原本呢是防刮材质，那这一次都施以了黑色的烤漆，就连后视镜还有19寸的全台都是哦。那如果你再往车尾去看的话，它其实就连排气管都有加大它的尺码，再加上我们刚刚内装里面看到的那些小小的细节啊，红色车缝线啊，饰板等等，确实运动化的氛围是真的有体现出来。我突然想起来，阿嘉好像有交给我一个任务，我必须在 CX-5 Sport Edition 上面找到三个 Premium Sport 的重点。那第一个一定是动力， 2.5 升的涡轮增压引擎，它已经完全弥补过去 2.0 自然进气动力稍软的缺憾哦。那再来就是悬吊设定，你看今天这样子早起晨跑，那个山路这么小，然后又这么弯，它都还是可以让我很从容的应对，而且去满足我运动化的超驾需求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应该就会是车头的面容了。先撇除那个小小的细节，你不觉得它的面貌看起来相当的沙吗？我觉得视觉杀气也是 Premium Sport 相当大的一个重点。那不知道观众朋友你们怎么想，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，或是对于其他的细节也有这种共鸣的话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们讨论。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就订阅我们的频道889汽车，打开小铃铛就可以及时收到我们的上片资讯咯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